妈咪你哎，你剩了几多个？哇，这样多个了啊！我现在挑战吃这个生蚝。妈妈 ，Hello， 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博德森哦，也是妈妈的家乡。因为这疫情也是很久没有回去了。今天呢，我会带大家去博德森赶海，我们去海边也是看一下可以收获一些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再拍给大家看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现在呢，我们又来到我的狗狗家，我给大家看它带了一个什么东西。我狗狗它在 Shopee 自己买这个铁，然后自己建。现在我们来到 secret 地方啊，真的是没有人呢。这个海滩，这个地方是有喇叭色的，可是我也是给不到大家地址，在 Glory Beach 的后面这里。哇，这样危险呢，讲下哦，小心点哦。哇，这里很多喇叭喜欢色，真的？哇。很期待今天到底我们的收获有什么？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揪团，谁要跟我一起赶海的话，快点来跟我报名，我带你们去色喇喇。这是涨潮还是退潮？哇，你们给我讲啊，是涨潮哦。我们的鞋子烂掉了，终于，是啊，大家要来色喇喇，就是要穿对的鞋子。现在我要去色喇喇了，太开心了。真是太久没有出来啊，很舒服。然后今天的天气真是太好了，最近的天气都非常的好。然后我们一直讲哦，想要去海边，今天终于来了。好，不行，快点哦，来色喇喇了，有了吗？妈咪，有色到吗？有看到吗？你们租这个家的人哦，他可以住那里，然后就这样子下来就可以色喇喇了。哇，这个有的租没有啊？这个民宿。还是有人住我没有哎？是哦，两个胖头。那个是红树来的吧？现在我还要充当买摄影师，帮两个情侣拍照。哇，妹妹收到海星哦！快点给他，他好像住着我的，对，住你、啊，住着你的手，哇，不会掉下来哦。真可爱哦！你怎样在那里射到的？我没射到的。你看它的后面，真的。哇，很大力一下哦！这喇喇收获到两个了。哦，四个了啊！哇，来，射喇喇有什么秘诀？要看那些舌头的下面啊。嗯，妈咪你哎，你射了几多个？哇，这样多个了啊！哇，这样多喇喇了。哇，这样子哦都不用买了，直接在这个海这里射，要吃喇喇就来射。有，你看人家几秒罢了就射到这样多了哦。哎呀，多喇喇。可以炒金香喇喇了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吗？哇，这个，哎，这个也是哦，这是吗？坏人。哇，又有啊！哪里？看，这个啊，
哇，叫小丽的。那你教大家怎样设喇喇，就是就不停的刮，哇哇，哪里有？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大家，哇，这个很大力一下，哇，又有，哇，很爽哎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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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吃的呢，哪一种？这种，这种也是可以下。吃那个马六甲，吃那个露露螺也是有。哦，是哦是哦，一点。这个是叫田螺。哪个火车的？哇，这个你是吧？就这么厉害的。点点沙你就可以挖了，放过去。你要抢我们的东西吃了，哇，爽啊！那个有椰子水喝，那个肉，哇，天啊！天哪！解口，试吃一下我们弄的糯米饭，因为放金饼出来，我们要配芒果啊。看，好吧。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吃啊？我想吃啊，得煮啊。以前小的时候每个星期都会来海边抓喇喇，可是以前我们抓那些比较小力一点，现在比较大力，因为喇喇大了我们也大了。那里很多螺啊，去我妹妹那里，她讲那里很多螺。哪里一堆整堆整堆哇哦！可是这个比较小粒耶。嗯。哦，你看它还会动哦。我的阿姨讲那里的地方有很多尖蛤，我现在带大家看去。是尖哦，超尖。OK，Let's、okay, go，Let's go， 我们去火锅那边，看现在有什么好尖。哇，这个蚝子是大个，敲起来，这种外面吃的那个。哎呀，你看，什么来的？重大发现，重大发现，我们先。找到一个螃蟹了，螃蟹！这个是黑蚝，黑蚝蜥是可以吃的。坐。哇！你这样，我吃。吃啊！我跟你讲了，你看你呢？我现在挑战吃这个生蚝。我吃。鲜甜，
很鲜的吗？很鲜呢，真的。海洋的味道。哦，如果有那个打巴哥 sauce 更好吃哦。嗯，再开另外一个。这个比刚刚那个好很多，这个大个一点。哇，大个！哇，这个你是有大个，是很新鲜哦。新鲜啊，这个。哇，这个美啊！来来，冲一冲，来，谁要吃得到？阿贝先吃。我不要。好吃，真的。咸咸的。咸咸的。来，咸咸的。这是第三粒。白蚂蚁你都敢吃吗？这你不敢吃，咸咸咸咸这样子咯，很鲜咯，很鲜甜。Nice。来来来，这就是我 ，go go go。现在那里有一个安哥在钓鱼，哇，很爽啊！退休了就来这里钓鱼，真是悠闲的生活。我又再吃第二粒。这好像有点点苦哦。这是今天的大收获。这有一斤了没有？三米子，现在买买都有三斤了，三四斤了有。可以吃一个星期啊，我们。大家野餐过后记得带垃圾回去哦。今天大丰收，我们的 ABC 来了。看这里的，你可以看镜头吗？快来试吃一下，好吃没有？这是黄酒虾。啊，很多肉吗？